各位观众有礼，而家又到咗执政阅文嘅时间啦。小弟系曾卓文，今日想介绍嘅广东话字系兴过辣鸡嘅兴字。兴字俗写高兴嘅兴，意思当然错晒啦。正写系火字边，做个欣赏个欣字。宋朝字书玉篇话。兴者隻也，即是灼或者烧咁解。广韵解做火起。左传昭公十八年有云：司马司寇列居火道，行火所兴。杜甫火诗又有云：江离兴宇宙啊。今日系共匪国庆，好多香港市民都好兴，皆因中共建国以来害死人数超过7000万人，而家仲有面庆祝添。仲有啊，去年10月1日共匪国庆，南丫岛对开海面发生撞船意外，总共有39名香港市民罹难。今年港共政府并无悼念，亦唔追究当时海事处验船失职之责，难怪正义嘅香港同胞今日都兴过火屎啊！多谢各位收睇，后会有期。